你看看那个画面，他是要往中间集中过去，你不是从旁边跑过来哦。好，你看一下哦。你看哦，你先看画面就好，先不要跳，先看就好。看荧幕，刚才看荧幕。有没有？他是先慢慢的往中间走，他是从熊宝宝后面走过来，不是从小宝宝前面走过来的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。